可能不大哥，你开玩笑，讲过你适应时差，开玩笑，嘿，两米到位吼，就是咱知影四月初六，你万一有这个外交及国安委员会哈，针对的护照条例施行细则的第三条来删除掉，那么这是一个。对台湾人一个很大的鼓舞，这就是为什么咱今仔日，亚丹，来，欢迎，来，好，这就是为什么今仔日，虽然这个社团活动的这个。焦点集中伫个海岛，但是咱会按林焕英这边出发，因为就是林焕英伫个四月初六有初审，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有初审通过这个护照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的删除，这是一个真明确的信息哦，让台湾人知影，新政府起来了。我们试图也实际的表现在行动上面呢，咱那像是渐渐有机会当拜托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的体制，包括大家看这边五二零总统的就职典礼。所谓的这个管理五宝来对哈，看起来小英政府是释出明确的善意哦，都无分这个依照往例哈，都无依照往例分这个中华民国的车轮机，啊，这是我那是另外一个吼，大家感觉欢喜的讯息，哦，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咱今仔日会按一万一民这边出发，哦，咱等了真紧的时间。那你来凯道，跟咱其他社团的朋友集结，哦，那么因为主要重头戏后面拢你啊，咱我啦真感谢，咱特别几个社团的朋友吼，热情赞助，过来这边，第一位是我南工科办的前主任哈，来柯文哲办公室前主任吼，那你萧亚谈，另外咱台湾呐，在台湾国联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哈，那呢台湾小姐，那呢蔡宜珍，阿格兰，这个台湾新客家党，那呢东主席古文发古主席，好 OK， 好来啊，第一创办人来进前，我得先请萧亚谈哈，针对今仔日咱这个初步的诉求，先甲大家讲一个话。谢谢俊涵哈、然后很高兴跟各位好朋友今天也在这边做会。今天是个令人开心的日子。前几天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啊，我相信大家都了解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非常的有意义，它是不分党派。在美国的国会通过一个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六项保证里面呢，第六项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第六项它载明了说美国不会正式的承认中国的主权及于台湾，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美国的朋友在国际上，在美国帮我们台湾人留下了一个空间，这八年未来的这八年，我们台湾人要争气，我们台湾人要把这个空间真真实实的拓出来。今天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我也相信新政府跟我们的心是站在一起的。我们希望未来这八年之后，我们可以有一本护照，这本护照可以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完全全没有牵扯的。这八年需要我们在座这些朋友一起努力。谢谢，谢谢。
创办人。来，谢谢，谢谢哈。我们有来了几位贵宾，我再补充介绍一下。哎，会长是不是请到里面？好，来这一位呢？这一位是我们中华大学的曾建元曾教授。另外这一位，这个大名鼎鼎哦，这个之前香港铜锣湾书局的经理胡志伟胡经理，特别从香港来这一次，这个参与520的总统就职。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请远道的贵宾跟我们说几句话？好，谢谢。我想说是在民国38年到现在，台湾为香港培养了50000个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台湾、在香港各界都有很崇高的地位，在各个领域都有出色的成就，这是中华民国那个华侨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成绩。我现在希望呢，我们新政府成立以后，外交部能不能恢复那个中华民国海外护照？以前是有的，在30年前，在香港的居民可以领中华民国的旅行护照，就是没有定居权，但是呢有领事保护权，这样可以增加中华民国的这个凝聚力，对香港同胞这个凝聚力。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以前香港有6个侨选立委，有2个侨选国大代表，一共8位，但是呢1997年又取消了。可是我觉得这样做不通，因为什么？1997年以前，香港在英国人管辖的时候呢，中共在香港遴选了好几十个全国人大代表跟全国政协委员。既然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是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是基于大陆的，大陆跟台湾都是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主权范围内，所以我们在香港遴定那个立法委员跟国大代表应该是合乎宪法原则的，这样可以凝聚香港的民心，这样有利的事情应该做。以前香港不属于大陆，大陆都有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当然不是选举的，是中共遴选的指定的。我们今后能不能恢复在香港遴选一批忠于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做出贡献的人当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行，谢谢。这个胡会长从香港来哈，显然这个暂时还有一点点这个跟台湾的这个主流民意有稍微一点点落差。我们现在呢，这个今天试图要来这里这个宣誓的，就希望呢我们终结这一个在世界上唯一被认定的这个所谓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下，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台湾人的台湾国。那么这个大概也会长也请您见谅，就是这样子。我们也看出现阶段台湾跟香港还是有基本的差异，就是香港的好朋友们大概争取的还是绝对的民主自由，但是台湾已经绝大多数的人是希望台湾这一个岛屿的人民真正建立一个叫做台湾的国家。这个是跟胡会长特别报告一下，这个是我想大概时差的关系，这个请您见谅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成功大学我们梁文涛教授。大家好，高兴今天跟大家来这边啊，看看民进党啊夺得政权之后啊，代表台湾人民夺得政权之后啊，他应该要做什么。我们非常清楚，中华民国体制是外来政权撤占了台湾，撤占台湾之后，过去很多的前辈甚至想过要用武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个撤占台湾的政权。后来我们已经用和平的方式夺权成功，代表台湾人民的民进党，人民唾弃了已经投降中共的国民党。在这个情形底下，到底民进党未来应该要做什么，已经非常的清楚，就是要贯彻70%以上甚至更多认定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人民，
他们立国确立台湾国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花了40年抗暴，30年夺权，未来的30年必须要迈向台湾国，这是非暴力的一个方式来对全世界告诉他们，台湾不是中国，中华民国正式的政府可以迁到金门马祖，他们可以讨论是否跟中共一国两制。另外，因为香港主权未定，大家以为英国把香港的主权交给了中共，这是非法、缺乏正当性的，因为中共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把香港并吞。中华民国未来也可以选择宣称香港的主权，因为在两岸目前内战的仍然持续的一个状况底下，香港二次前途问题，中华民国政府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大家不要以为香港已经盖棺定论，我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看法。未来香港的人民已经不再只是争取民主，因为他们很多人已经知道，没有真正的主权，根本不可能有民主。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的民主非常有可能会被腐蚀，中共的经济并吞，司法权的蚕食，台湾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一中框架底下，动弹不得。如果小英政府还不了解面临的困境，这个应该只是一个自欺欺人，试图占据国民党以中华民国体制却占台湾主权的一个战务而已。如果民进党要把中华民国这个违章建筑就地合法，我可以告诉他，这绝对行不通，因为国际上只承认一个中国，而这一个中国目前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我们在这边呼吁，小英可能你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权位要去分配，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一些必须要还给人民。简单说，台湾国立国之前，这些所谓的权位基本上都是违章建筑底下的分赃。我们在这边警告民进党，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台独党纲的初衷。大家一直都以为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把台独党纲取代，我可告诉大家，台湾前途决议文只是一个决议文，民进党有非常多的决议文，这都不可以取代党纲，包括后来游锡堃任内推动的正常化决议文，这个也是回到更加接近台独党纲的一个论述状况。所以民进党不要选择性失忆，不要选择性忘记过去你们的初衷，更不要忘记这一次民进党可以夺权成功不是你们的胜利，是台湾人民的胜利，不要搞错了。我们未来4年甚至8年更久，我们要消灭国民党，把这个残余的势力彻底从台湾赶走，这才有台湾人民出头天的一天。不是你们占据现在一些位置就代表台湾已经出头天了，这完全就是错误的看法。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们请这个创办人总结之前，我们喊一下今天的口号哈。
我喊台湾人需要，打个话，台湾国护照哈，来，台湾人需要台湾国护照，台湾人需要台湾国护照。好，我们请创办人总结。啊，各位媒体记者先生，还有我们来自香港的吴会长，啊，我们郑振仁教授在场，我们支持台湾国的 JJ 哥哥，大家，台湾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给我一本台湾国护照，最主要的意义在。在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体制下，没有永久的民主，没有永久的自由，唯有建立台湾国主权国家，发行台湾国护照，才能够确保永久的民主，永久的自由。我跟各位报告，我从去年就把中华民国护照方面贴上台湾国护照的贴纸，我手上拿的就是贴上台湾国护照贴纸的护照。去年我通关印度，今年通关，二月我通关纽西兰，我五月八号参加和平中立韩国访问，北欧四国包括瑞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瑞典，进关日内瓦，出关瑞典，都很顺利，用我这一本将中华民国护照贴上台湾国护照的护照，我在手上拿的，就是通关世界各国通行无阻，不像中华民国护照以前被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被误认为是中国人，被无理羞辱找麻烦，台湾国护照很快速的可以通关，同时我也拿台湾独立旗到北欧四国，请当地人签署，他们都非常支持台湾就是佛罗萨，台湾应该独立建国，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拿着台湾国护照贴纸，沿路走到警务门，到凯道去花，鼓励大家来将台湾国护照贴纸贴上中华民国护照后面，大家来使用。最后的目标就是要正告新政府蔡英文总统，中华民国护照不是国家的护照，拿中华民国护照是耻辱的事情，唯有终结中华民国体制，建立台湾国体制，发行台湾国护照，才能够有尊严通行世界各国，才能够被欢迎加入国际社会组织。所以我们鼓励所有今天参与我爱你520就职典礼的台湾人，踊跃来索取台湾国护照贴纸，大家来使用台湾国护照。最后要求小英政府
宣布建国，终结中华民国，发行台湾国护照。以上，谢谢。好，谢谢创办人的总结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这边告一个阶段，麻烦我们就这个布条，就这个布条的这样子的方式，全部的人向左转，我们一直线的往凯道前进。那如果可以空出手的人，就请拿后面的一个。好，来，因为徐慧，你安排一下志工的那个哈。好，让我背。好，那个我们向左转成一直线哈，往前慢慢走。Los Angeles, ganteng lah.